哎，对了，这两天我学了些新的法术，想展示给大哥看看，不知大哥有没有闲情看一下呀？既然小弟想要展示一下你自己的才华，当哥的为什么不看？好，来，我来。 怎么会这样呢，大哥？是不是很厉害啊？确实挺厉害的。厉害吧？啊！怎么样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明明看到那只九头鸟怪。 把宫爆的头颅调到这里来的，怎么会突然不见了？毒龙潭，宫爆！大哥，大哥，赶快救救我！大哥，好，我马上来救你啊！ 你快想想办法，大哥！哇，还好我没有贸然进去，要不然就麻烦了。赶快想想办法，大哥！我知道，我这就想办法来救你啊！万团授你法术天书这件事，千万不可让申公豹知晓。 不了那么多了！大胆毒龙，竟然变成九头鸟怪，偷去我兄弟的头颅，还放到潭中啊！今天你不束手就擒的话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！喂！